三军仪队执行国家重大庆典操演，迎接外宾及各项军礼勤务，可以说是国家的门面，十分重要。为了验证官兵执勤能力，国防部日前在宪兵伏羲营区举行第五届三军仪队专业进阶枪法团体组竞赛，陆海空军及陆战仪队同场竞技，相互切磋枪法创意与默契，展现训练成果。国防部为了验证我们所有仪队官兵在执行各项军礼勤务还有联合操演，所以我们办理了评鉴。我们从队形的编排、走位、枪法的设计来磨练各级干部的组合能力，那么也希望借由这样的活动比赛，让我们各队能够互相去观摩，然后不断的提升跟精进所有一队在联合操演的一个技能。竞赛当天，军文社采访小组也来到比赛现场，记录各队精彩的操演实况。现在就让我们透过镜头一同欣赏三军仪队枪法竞赛精彩回顾。去年我们只得了第二名，今年重返这个荣耀，能夺冠，选用的歌曲会比较有强烈性的上战场的感觉，就如同我带着弟兄上战场，得到这最后的胜利。陆战仪队的枪法真的有差异在，我们是使用美军陆战队仪队的枪法的呈现，所以在每个盾点上面都要有一定的力道跟盾点。地方就是礼宾部，这是我们做一个穿插走位的白手走位。一开始的构想是从70年代一直到90年代100这样子，可以老一辈的学长，然后中期的学长，再来就是现代的我们做这些呈现的表演，以我们现在陆军该有的精神去呈现以前的枪法。在这个练习的过程中，因为我们团体组就是大家会一起操演，然后你所展现出来的成果是要一致，然后是要那个画面要好看的话，那就是必须大家要有向心力，要团结起来。那你在操作上你的默契要够，那你的画面、你的枪线才会漂亮而起。这次主要在指定曲这首歌，我们是比较偏向于创意的展现，蛮多队形或者是枪法或者是动作，身体的动作都比较融入台湾民谣，因为我们空军军风本身就是活泼，对，我们不会放弃这一个，对，所以我们一定要把我们活泼的一面展现出来。这四支参赛队伍尽情发挥实力，陆军仪队巫品义还秀出一记超高难度8公尺高抛枪，在空中旋转3圈半后落下，获得满堂彩。经过一番激烈的竞赛，各显枪法特色，最后由空军仪队弟兄脱颖而出，荣获冠军。空军仪队，
在这个训练过程也是有参与到编排，然后这个过程中就是很辛苦了，因为毕竟又要思考，然后又要思考大家的能力。太太刚好这个时间点来到台湾，然后也可以看到我的表演，这样那其实蛮开心的。I really moved， 感动。只要大家可以一起完成这场表演，我觉得都是最好的。我们就尽量把所有各员的休息时间拿来做练习，所以在荣誉上面大家应该都是会有的。今天是代表我们陆战队出来，这就是我们很大的一个使命。每个人都有这个使命，才会团结在这里。现在看到的几乎都是100%都是自愿意的，所以不管是精彩度啦、难度啦，或者是一些质量上，都加强了许多。三军一队发挥平时扎实的训练成果，在竞赛过程中不仅展现华丽枪法与整齐划一的队形，动作设计上更凸显军种特色，彼此观摩与学习进步，也为团队争取最高荣誉。在观众们如雷贯耳的掌声中，就是给予他们最好的肯定与赞美。相信未来三军一队官兵也将持续勤训苦练，在国人面前呈现最完美的一面。